啊，我大约发动了快一个小时，然后该烧的电路大概都冒烟了，然后这个充电哦，充得非常慢。我们后来哦，用脚踩发的，大约踏了200多下。不管如何，一定要发动，因为要不然没有发动，后面的题材没有办法拍。还有那个黑的啥，验车过期会被罚钱。哦，用踩发的打个环。你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已经大概踩了一个小时了。按原速摸达，这么差不多还呀。好了，我们去验车吧，先把它超热。哦，啊，那个啥，发动的诀窍我先讲。这台尾啊，原底是好无吹，尾是爱吹油门，易吹掉的，吹掉咧才打，吹掉才打才发。哦，好，这个拿掉。但是这个现在你拿开的时候，这一颗电瓶好像挂掉了。你看，一等等你啊，现在。好、哦、这样子嘛，这颗电瓶挂掉了，发电网还掏给6块嘛。来，我们顺便测试看看电瓶坏掉，完全坏掉看能不能。伊个内底有一个保护机制啊，它有个保护机制的开关，正常安尼应该是会发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不是吃机油盘补的，一代有这个优点也有这个缺点，它的。缺点就是很久没有发动，你有发动啊，有没有开？然后如果说优点就是电瓶没电，你要照能发动，因为电盘点火它会点火。好，哦，你看，用这底下吹那个，后来这个线路要换掉，你这有去翻小鬼哦。不然这一台车整个要来下去做大改，哦，来改装做的。我跟你讲哦，要赞助气缸活塞灵感。启动马达的，要寄紧的哦，要寄付的厂商紧的哦，这机会无哦，这种机会不是常常有呢。啊，好康的唔会紧传出来，因那里有朋对远方来，我才看到一个车业务，较巧哦，要来赞助白龙雪改装品。啊，为什么无爱家己买？你不知？红赞助较好用啊，你知哦？这个怎样？赞助较好用啦，人免钱上贵无影啦，靠腰诶，真小啦！哦，叫我爱，我非常讨厌这一种图，设计的非常烂呢。无紧啦，即台我买，我会改用个像迪奥的妥善率安尼。我台迪奥的规档无发大咧就发啦，对不对？来，安全帽戴上。之前有出错有差，哦，冲锋外套1490元，下定的到白龙雪的网址。这是没带品牌。这台热车就是会熄火，去加那个，刚刚有去加98啦，先，我先加98。欢迎啊！哦，欢迎啊！但是启动马达也烧掉了啊，然后那个启动马达线路也欠烟了，所以这台车哦，明年是否能不能再出现这里验车？这加大的老头家，这台粉丝上哦，我绝对爱伊好，因为讲真哦，伊化油器的车一档无发烧，够歹坏啊。然后这台车伊的毛病是啥？
他从以前修好就是，你若骑低速，油门吹一挂挂，伊会用要熄火。啊，你若爱灌了差不多三四分过，伊才会冲，伊就小寒的，伊拢会用要熄火。啊，你爱骑足烧了，伊怠速，伊才会发来发来，啊，出来出来安尼。这个原因如果知道的话，同学再帮我分享一下哦，给他加一下。加大哥，加大车业的老老板帮我捏一把冷汗。你不通过的哟。想讲没过的，哎呀、啊，谢谢啦。这个优良。哎呀，优良嘞，啊，但是一头来，我给你头问一下，为什么伊个减速是落袂稳啊？这老车。啊，老车安尼，唔如巴老母咧老风。应该是我。你讲安怎较歹？换油器啦。化气较歹嘛，安尼嘛。直接报废买新的啦，哎呀、啊，好了，先这样啦。哦，捏了一把冷汗，明年是否能再出现在这边，真的不知道啦。哦，感谢这台老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终于验完车了，哦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刚刚这台车哦，爱大精力啊，我觉得这个引擎也大概快挂掉了。你怎么你咧吹哦？你只要油门一回，伊就熄火，还佫会砰砰，佫会放屁，啊，然后那个启动马达完全挂掉，你啊怎么一停落去哦，车就出现臭味，整个线路都该烧了。哦，还好没关系啊，就是有先验过了，就是。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整理，好，那就是这个今天哦非常艰难的那个验车过程哦，分享给大家。啊，中间会喋喋不休，会说什么哦，那个车怎样烂怎样烂，那是真正讲真，那是一种发泄啊。讲真的，骑起来也袂歹骑啊，就是说油门在吹的时候，伊就是你若一油门一回转来，你稍微一吹了，伊就熄火，吹了熄火哦。那个后来我再拍那个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化油器啦，可能也老化了啊，然后其他的东西哈、喔，全部要再重新，可能要大改翻修了。谢谢大家，再拜拜。哦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线路，哦，烧的，啊，这骑是生生的烧烧啦。哎、欸，还好呢，还好呢，我看这线路尾啊拢会换掉，整个都烧了。哦，就现在的状态。哦，顺便。先给它拍出来了，它这样有没电脑有开了、哦、啊，但是有没有有反应。这个 C 路因为今天在一直连续发的时候，你看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一发的时候这么烧到有够烧的，这辆那个应该挂掉了。然后这个化油器的部分，哦，我今天所以说化油器的车不会被淘汰的是这样，没关系啦，这一台后来整个再把它大翻新，因为这一台没有大修过，不知道、啊、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规起来该转租的好了，赞成进站该转租刷转租的。